来，你们讲那个大湖山庄街，哦，多老多老，大湖山庄街原来是保护区，不要开发都不会死人。开发以后呢，不管是垃圾堆积或者是怎么样，水没地方跑，它就淹死人嘛。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，淹死人，开发以后，这些建商把钱赚走了，这些人啊，然后不知道的人就被淹死了，哈、哦。这个、原来保护区哦，还可以不可以开发？你们自己想一想哈、哦，不开发都不会死人嘛，是不是？你们知道这块地后面是什么吗？全部是农田，一碰一下大雨就淹水。农作物就泡汤，为什么？就是这一块水泥地，水全部往回干，水的水含量太高，所以他们农作物都没办法生长。今天这个慈济做的这个很好的厨师站，啊、哦，都看的都是慈济人在表大表演，但是呢，内湖必须有内湖人自觉，我们的政府应该把所有的相关的环境条件，就像高议员讲的。环评的东西把它通通展示出来，然后由内湖、大湖这一块的区的所有的居民自己来做决定，做公投，类似公投的投票，那过了就过了，啊，没有过，我们也就是你们也就放弃吧，不要在这边闹下去。没有人反对说慈济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善事，但是重点说，那我们今天就回过头来，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很多。似乎是支持慈济的朋友们在讲啊，我们都有一个睿智的政府嘛哈、啊，在前面。那所以我先问一下睿智的政府几个事情啊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保护区按理它应该是非都市发展区的范围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一大本呢、啊，开头名义开张名叫台北市内湖区都市计划通盘检讨，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非都市的东西？这么急迫就纳入这个都市通盘检讨里面，这是非都市的东西，没有这么紧急啊。保护区既然是非都市，应该是列为非都市发展区的范围内，为什么你们要特别为他们这两个地方开放，不可以在上面做任何的建筑开发的，只可以做平地用？好，那我请教你，为什么慈济可以？它可以零回馈，然后它可以在上面开发35%。刚才有位先生讲说，好像反对的人觉得慈济很邪恶。对不起，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慈济很邪恶，我们甚至非常尊敬慈济。我们大家都肯定慈济在社福方面，在比如环保方面的贡献，这当然是如此啊。问题是啊，今天这跟保护区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在讨论两个事情，慈济的做的各种事情我们都肯定，但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台北市的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，不是吗？我们不是在检讨慈济呀、啊，我们在检讨台北市都市计划，不是吗？我的慈济在那里，他没有改变什么东西，是真的啦，的确是啦，但他有没有把它变好嘛？他没有把它挖开变成湖嘛？我们所主张的是把它变成原来碧波万顷的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慈济在购在被慈济买以前哦，那个地方就已经被填土了嘛，就是违建嘛，对不对？它、啊、有没有淹过水？理想来说，看有吧。慈济是民国几年？80几年买的，那个70几年六，我住在这边就70几年就填，67年。我大学毕业，不好意思啊，泄露我的年龄了。大学毕业67年就已经填土了啦。那个时候有没有淹水？当然有啊，所以绝对不是慈济的错，千万不要误会。可是我说的是，那个既然叫做保护区。保护区应该怎样就怎样嘛，所以那刚才有位先生讲公投，不好意思，马英九第一次去市长的时候，我们就公投过了啦，啊，大湖里公投啦，完全代表民意，代表大湖里的民意，跟别的地方没关系啊，跟下面碧山里啊什么里啊，跟他们没关系，大湖里的民意，我们愿意希望，慈济既然这么大个机构，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开辟为水保？水保填土以后。慈济在86年买了，马上要变更儿童医院。87年公投91%赞成，希望他能够恢复水保公园。这个就是这一段历史。好，大家要还原现况。那慈济就不断的申请变更到94年，这当中又有2次的水灾，淹了5个人死掉，还有身家财产。那慈济有没有直接影响？没有。但是呢，有没有间接？因为非法填土这个案子，把它填了多少立方？45000立方的水。
有没有直接？没有，但是有间接的影响。假如当初多了这45,000立方，会不会发生这个事情？我不知道，大家可以继续推想一下。对立的对象从来都不是慈济啊。讲个坦白话，我很多好朋友的父母，哦，都是慈济的师姐们。哦，那我自己的旧衣服，我们家的旧衣服也常送到慈济。那我觉得慈济有很多地方是我们需要支持跟一起推动的部分。但是其实我还是要讲一下哦。最主要我们要打的一个重点是如何保护这个保护区嘛，对啊。然后之前有人提到，公投的部分也早就做过了，好。那再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的保护区，任何一个保护区，甚至于任何一个开发案都需要环评的，好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一场问我们这边的公务人员就很清楚？为什么慈济开发案不需要环评？因为他们并入到这个叫做通盘检讨，所以他就不用环评，他是不是就规避了环评？那年轻人们也可能是你的子孙，也有可能是你后代，你的小朋友，所以我们真的该做应该是保护这个保护区。刚刚有人讲说，为什么保护区要住宅区有些保护区已经有房子啦，那这什么？这什么住宅区变保护区这件事情，为什么？是因为那边本来就是保护区，但它就已经有建物在上面了，所以政府没有办法，就是尽量通融大家。大家已经有住户了嘛，住户让你拆掉，你一定立刻抗争嘛，是我也抗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现在才去停建、禁建、限建，不要让它再有多余的开发，更要做更多的水土保持。把无经过环评的评估，特别感谢上一个通检。啊，这你黑箱户啊，我这样。那如果哈，需要靠实际推向世界的舞台，那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失败的。还有，实际它是结合众人的善心捐款，是人民的善心最大，不是实际最大。我哪有人，我反对实际的开发，但是我不反实际诶这个保护，坚决反对北市府开发保护地。正是现今气候剧烈的变迁，给山水储存保留一条后路，请将内湖慈济园区这块保护地还原旧有古早样貌。